大家好，我是阿浪。今天我们煮螃蟹，先把那个姜啊、蒜泥啊、辣椒干啊，全部放进去炒一炒。OK，炒到差不多有点上色了嘞，就放这个豆瓣酱。豆瓣酱就阿嘎阿嘎啦，全部都是阿嘎阿嘎的。你要辣一点，你放多点小辣椒；你喜欢吃姜，就放多点姜，就随便的，看自己喜欢。炒到嗅到那个豆瓣酱的香味了嘞，放螃蟹，OK，放，对，然后去炒一炒，然后酱用到那个螃蟹，直接捞一捞了过后加水，焖它一个5分钟，哎，焖它一个10分钟比较好了，安全点。焖了15分钟过后，直接放那个芫荽跟那个青葱下去，再炒一炒就可以吃了。OK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